OK， 本章做的是三，配是116页。OK， 所以这是应用题。I just like singing, just like drawing，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完 ，OK， 一起看来。然后呢，我们知道 P 是 Eric、Amy、Iris、Alan 和 Jeff。These people like singing。然后 Q 是 Lily、Amy、Iris、Alan、May、Manny。所以这个我考试江苏的话，先把它列出来 ，OK， 不过我先 list 给你们，你们就不用想那么多。所以 list all the elements。所以第一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B 加 Q 的意思。所以从 P 和 Q 所有的 elements 里，哪个 element 是与 R element 重叠的？所以我们见了 B 和 Q 这个两个加起来，我们看它是否和 R 重叠的，到底是哪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重叠的部分是 Iris， 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 May。这两个加起来嘛 ，B union Q， 对 ，May 也是重叠的，然后还有一个是 J， 所以答案呢就是 Iris May J， OK， 这题有问题啊，就是自己做了，可以看到了，好，接下来第二题，对，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 P intersect R， 所以 P 和 R 重叠的 element，P 和 R 重叠的 element 可以看到是 Iris 和 J 这两个，然后这个呢再加上 Q，P 和 R 重叠再加上 Q 的 element， 所以 Iris J 再加上这个重复，只是 Iris 已经重复多一次，所以我们只写一次就够了。所以把黄色全部写进去，重复的只写一次就够了。对，这就是它的答案。所以考试你可以这样写就可以了。当然你没有必要一个列出来，那很浪费时间。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啊。OK， 谢谢你，我今天还注意到。OK， 对，就是有 union intersect， 叫 combine operation。好，接下来我们来画 Venn diagram。所以明天这有三个，所以就画重复 element 写一次够了。好 ，draw Venn diagram， 所以就有三个圆圈。来，中间的是什么？来，请写答案。好 ，Iris， 连诺，谢谢你。连诺是最快的。然后接下来，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什么？这里而已耶，包括 Iris 这里吧。OK， 是 Amy 和 Alan。Amy 和 Alan。好，接下来这里，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什么？喂，自习后最快。
好，接下来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什么？是啊，没有看到。OK， 四妹，恭喜第一个。好，接下来这里呢？给杰明金块。好，接下来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哇，又是杰明金块。不过杰明只给一个吧，还有一个拿尼哦。对，是仪容。没有凯杰的，啊，凯杰，凯杰比较快。然后最后这个，耶，给大家力，EJY 是谁啊？恭喜你！你要大和家里。好，接下来我们要 shape the region。所以我们要 shape 什么呢？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嘛，我们直接 shape Iris、May 和 J。去找 Iris、May 和 J， 所以我们就 shape 这个部分。OK，shape 这个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 shape 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要看答案，所以我们要 shape 这里 Lily, Amy, Iris, Alan, May, Nani 和 J， 所以也就是这个部分。OK， 好。Self practice 4.38 117页。好，接下来 A Venn diagram so set MMP such that Jupiter set 是这个全部加起来，然后你要 shape 这个部分，那 shape 什么？所以这里我们先讲先 M， 所以我们就要 shape， 先看这个部分间 M 和 B， 所以 M 和 B 这整个就没有了。而这个我们所 shape 的再和 intersect 和这个 end， 很明显就是这两个。OK， 画出来的话是这样。然后呢，这整个呢，所以这个和 end intersect 的部分，当然是指这里有这两边的。OK， 这个是草稿而已啊，考试你不可以这样写啊。不过呢，你要把你知道是这里是重叠的部分呢，所以你就擦掉，只画一次过，就像这样。OK， 对，这个就是它的答案。Yes， 蓝一凤，你回答对了。好，第二题 ，Given neutral set X 是从1到 15，X 是 odd number，X prime number， B 是147/13 ，list all elements of 这个 set， 所以我们要导这个 set， 所以这个呢就是 X 和 T 所有的 element， 所以简单来讲，我们也可以直接这样做啊，
S 和 B 等于这个，再加上这个，因为 S 不难度嘛，1357就是1435，然后 T 呢1470 13，然后这两个加起来重复的只写一次，两意是重复的，所以只写一次，所以 S union T 就得到这个。不过呢，我们在 intersect with R 就和 R 重叠的 element，所以答案就得到这个。你看到3和3是重叠的，5和5 7 most 8还有13。耶，单一缝回答的很好。好，接下来第三题，这些都很简单的，所以我们要找 ABC。 A 是我们先看 Q 和 R 所有 element 它和 P 重叠的部分，所以 QR 是这里所有，再和 P 重叠的，很明显 QR 重叠的，所以是只有3，对不对？哇，大家都很厉害，就是3。好 B 和 R P 和 R 加起来，我们再有 intersect with Q， 对，所以是什么 P 和 R 加起来再 intersect with Q， 所以对，就是3和 8， 太简单了，大家太厉害了。好 C Q 和 R 重叠的部分， Q 和 R 重叠的部分就是8，这个8呢再加上 P， Q 和 R 重叠的部分就是8，再加上 P， 所以2367 8 OK， 大家有机会2367 8，太简单了。然后接下来Example 14，好 ，Example 14，118页。所以 user set 30-40 ，A 呢就是3的倍数 ，B 呢，就是他们两个相加起来它必须是odd number， D 呢就是33-39-40，不过我们要做的是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复杂这样，要怕真的考试问题是类似这样的，而且比这个更难。好，所以先把它列出来，然后呢 multiple of 3 multiple sum of the digit， OK， 所以我们就全部列出来了。所以像 A 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整个直接先做先，就是除了 A 和 B 的 element， 除了 A 和 B 的 element 再 intersect with C， 所以除了 A 和 B 的 element， 除了 AB， 就是剩下就把30、33、36、39、33、32、34、36、38里面有的全部各拉完，所以就剩下31、35、37、40 OK， 这里面各到这几个数字，所以就剩下这些。我们再 intersect with C， 我们再找出它重叠的部分，40 4+0=4， 4不是 odd number，3+0=3 odd number， 3+2=5 odd number， OK， 40的话4+0=4， 4不是 odd number， 所以 A 的重叠部分就是35 40，好，接下来
的名字看到这个 complement 就是除了的意思，除了 A 的 intersect with， 哦，是你不用这样写啦，我写这样写是让你看明白吧，你这些也不需要写出来的，你直接写答案就是了， OK， 直接写答案吧。然后第二个，除了 A intersect with， 这个是 B 和 C 的 element， 所以除了 A 就把33333639里面的拿掉，所以就剩下这些。然后 B 和 C 的 element， 把 B 和 C 这两个加起来重复的只写一次， B 和 C 重复的只写一次，所以就变成这样。过后呢，你再找它同样重叠的部分，这和这个哪一个是重叠的，很明显就是我画黄色的部分就是重叠的。所以做这些时候考试请千万要很小心的做，你抽一个，因为这整题哦，你要写到看到那么辛苦呢，只有一分了啊，这个也是一分而已，所以这样一分一分一分，所以只有三分了，所以做的时候要很小心，否则呢写错一个数字就没有分了。好，第三，所以这个除了 A intersect C， OK， 就是找 A 和 C 重叠的部分，这个是再加上，然后 B intersect C， B 和 C 重叠的 element， 这是 A 和 C 重叠的 element， 除了，所以你们找 A 和 C，A 和 C，A 和 C，A 和 C 重叠的是30。和三九 ，OK， 三十和三九，所以把三十三九拿掉，除了三十三九 ，OK， 除了三十三九，再加上 B 和 C 重叠 element，B 和 C 重叠的很明显是三十三十和三二 ，OK， 三十和三二，所以这个呢变大的话就把三十三九拿掉，就是三十一到四十，没有，再加上三十三二。所以就变成30到40除了39，所以简单讲这整个呢就是除了39的意思。OK， 明白呀。接下来我们要画 Venn diagram， 这个画 Venn diagram 要很小心。OK， 同样的有 A B C universal set， 来中间的是什么？有，我们还有两个假期，两个星期的假期，所以同样是有 lesson 的，我们都继续讲下去了。中间是什么？来慢慢看，中间是30，所以答得最快的是参一龙。好，接下来，上面。上面呢，上面的是什么？只有36而已，所以答对的是开节。好，接下来只有 only A and C。Only A M C， 这叫 Only A M C。OK， 39，结名很快。好，接下来这里，对，32。圈开令，你是最快的。
好，接下来这里。是的，33，杰明你是最快的。大家快过他来。好，接下来这里。是的，3438，应该是，海杰最快，比杰明快了。我没有讲了，已经有答案了，大家好快。3540。对，微步先知的是 Jordan Tan，以后可以当神棍了。开玩笑的。好，我们要 shit 这个。没有，还有外面，外面还有什么东西？外面还有31和37。Okay, Mr. League of Legends。Mr. League of Legends。好，接下来，对，这个也是3540的意思，我就是选这里。对，考试的时候你就看，对不对？如果真是这样出的话，不过好像 SBM 哦，它给你三个圆圈，你有任何的 element， 哎，我们直接问这个，让你直接选。哎，这是 SBM 的问题，它给你这样东西，然后给你这个东西要画好好给你。就是没有数字就对了，没有 element， 我们叫你直接选，等于要会想象，会想象的话就选不到。好，接下来选这个，也就是要选这个，对，就是这部分。然后就是，这个，简单的是除了39，对，39是这个，除了39你就选出来了，就对了。 So easy。 好，接下来叫 practice 4.3B。好，4.3B page 120页。好，第一题，哎，大家请自己做选，这个不难，有 A 的答案，赶紧做最快。来 ，A 的答案是什么？你确定？姐姐，喂。你答对了，第一个答对了。OK， 要就是除了 L 的 element，M union M 把 M 和 N 的 element 写进去，那这两个重叠的部分。对，13、15和19。
答对的，恭喜你们。好 ，B。还做 B 啊？考试这些你，除非问题叫你列出来的话，你才列。不过你最好列出来，你列出来会比较容易做，有列出来很难做。A、B 是什么？对，很好。Doom Dog YT 打得最快，是24.48。哎，怎么样呢？对，这是不属于 M 和 N 的 element， OK， 不属于 M 和 N 的 element。对，这是24.47.28。然后再 intersect with L。对，这个 L intersect 部分就是24.48。OK， 没问题啊。第一题是属于比较简单的。好，第二题的问题不是问得很清楚，不过呢，它讲 incomplete Venn diagram， 意思是说这里是有一个 number 的， OK， 这里是有一个 number 的，这里还应该放一个 x， 这样没有， OK， 所以 n number of element for b intersect q， b intersect q 是这个部分，没有时间的，所以我就是这样画， OK， 对，这个是 x， 所以这整个部分就是4加 x。然后呢，接下来这个部分，你看啊，里面是指 B 和 Q，B 和 Q， 然后 complement 不属于 B 和 Q 的，所以就是指外面的部分，也就是这些 ，OK， 不属于它。然后呢，讲这两个是等于，所以这里是4加 x， 这里当然也是4加 x， 所以我们就得到，我们加起来 x 是11。整个 Q 有5加5加 n 加4 element， 就是代表有那么多个 element， 不代表 Q 里面有5 element， 明白吗？如果是5 element 的话，这里是放一个点的，这里没有点，都没有点， OK， 所以整个 Q 里面总共有4加 n 加5加5的 element， 所以看清楚啊，有点没有点是不一样的，像这里P only 只属于这个部分，这个部分里面有10个 elements， OK， 哪10个我们不知道。对，做这种问题要小心啊。起初我在做这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是 x， 我也是做错了。看答案，哎，怎么会是11的？我尝试要放 x 去，哦，才找到了。好，接下来 x 是11，所以 p 就是25，10加4加 n。 OK， 接下来，所以这个是 j intersect k，然后呢，又不属于它的 J intersect K 是这个部分呢，对不对？ J intersect K 是这个不属于它的呢，就是代表不属于这个小小的section， 不属于这个就是这里 ，OK， 不属于它的。两个意思啊 ，J intersect K，J intersect K 是这里，然后 prime complement 不属于这个的。就是外面的 ，OK。我们接下来这个 K union L，K 和 L， 所以我们 shape K 和 L， 对 K 和 L， 啊 K 和 L 怎么 shape 到来？然后呢，
这个代表是它是重叠的，所以红色线和蓝色线重叠的部分明显是这个三角形和这个圆心，不包括这个部分。OK， 所以最后你的答案呢就是这样。所以考试的时候也是选这样了。这个就是 SBM 的问题啊 ，SBM 问题是这样的。现在封败了，你们封败，明年封败会不会出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但其实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做法，我现在先教你们这种做法，还有另外一种做法。无法想象力不好的人可以用另外一种做法。怎样？没问题啊。好，接下来，哦，这题，对，同样的，我们先找 J intersect K， J intersect K 就是得到 K 哦， J intersect K， 那不属于 K， complement 不属于 K。不属于 K， 就是这些不属于 K 的。我们再找 K union L， K 加 L， K 加 L 就是这里 K 加 L。然后呢，这个是重叠 intersect 重叠，所以重叠部分就是这个里这里所以，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选这个。这种问题在 SBM 里面哦，这个两分，这个两分。通常 SBM 问题 A 的是很简单的 ，B 的是比较难，因为总共只有三分，所以 A 的通常它只会问很简单，比如讲这 intersect K 得到多少个，就分是拿分。然后呢，可能 B 的它就问比较难的，类似这样的，就拿了两分。OK， 第四题。来，请大家自己做 ，Y 是多少？这个应该难不倒你们，应该很容易吧？来，大家请做这题，这题很简单。还有 B 的，还把 A 和 B 的答案都写出来，这题简直侮辱我们的智商。对 ，A Y 是11是没有错的。对，天天勇敢到飞翔，太厉害了。然后 B 呢 ？B 就太容易了，导出 Y 多就可以，可以导出 A O B O C Union B Union C， 全部加起来就对了。来 B 二 B 二，来 B 二不用了，太简单了。A 二加五加十二，哎，不属于 B 二，不属于 B 二是二加五加十二，对，然后十九。然后 B intersect C，B intersect C 就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也是十九。OK， 所以 Y 减二加 Y 加一 ，Y 减一。哎，我写错了。哎呀呀 ，B O C 是这个。还是看错了，我以为是 A A A intersect B。那老师也看错的时候，所以 Y 减一加九，
肯定是九。所以 Y 就只能是一。嗯，这个还对，没想到 我看错，还是会做对的，这是给我蒙对的。我看错了。嘿嘿。好，接下来，example five， example 15。OK， example 15，121页。对，这个很长很长。所以我就不读问题啊，所以简单讲，你们看我画黄红色线就对了。总共有35个 participant join football， 所以 F 有35 ，OK。N 不可以放大大写 ，N 也是放小写。OK，N 一定要小写。所以小写 n 是 number of element， for f 是有35 ，table tennis 有24，然后 badminton 有13，然后 four participants join football or tennis， OK， 8 participants join tennis or badminton， tennis badminton 8个，2个 participants join all， OK， 然后 no participants join。本年都很符合 only， 所以你们用写 f 和 b only， 你不可以写n 过弧 m n d 等于零 ，OK， 就是 only， 所以你就画出来。来，中间这个是什么？是的，是的，都算力嘛，你最快。好，接下来，这里，12，不是4。OK， 好，接下来这里，是0。我跟你讲 ，F and B only， 这个就是 F and B only， 所以是零 ，OK。好，这里 E and B only， 8.26，OK。好，杰明很快。好，接下来这里，这个真的是太简单了。你稍微问这里、这里和这里，啊，直接写这三个出来，这个、这个、这个，写这个、这个、这个。给31，是。对，还是杰明最快。A 三一，好 ，calculate total number who join one competition only，one competition only， 来是什么答案？解出他做法 ，one competition only， 请把他做法写出来，然后和他答案 ，one competition only。啊，做法就在 working， don't write the answers only。
OK， 是的，就是这三个。OK， 我们加起来就是50 50 participant。OK， 大家都很聪明，考试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出这个 set。好，接下来就是应用题啊。这才 3.41。4.31，讲错了。4.3C 也分出来 4.3C 好 4.3C 122页 OK 第一题来这题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来大家请坐大家可以瞬间做好的第一题。所以这个就是 plastic bag， 这个是 recycle bag。有几个 customer 用 plastic 和 recycle， 所以你要找的是 do not use plastic bag， do not use plastic bag， 也就是只用 recycle bag， 所以这个没有必要的。而且甚至它不需要给我们51，51没有必要给的。对吧 48.99 可以得到 39 哇哦天天勇敢的互相听到好第二题So when the gram shows the number of elements set That's me to do It's when the 这是全部加起来我找所有 element 是56个 ，OK。这课本的答案是错的，他写错了，他把 K 当做 F 来看。哎，这个也是太容易了。就那样，全部加起来等于56。好，凯杰，你答的是对的，答案是4。有没有写错啊？14加2加5加3加5 k 减1加1加3减4加2 16 16再加8 2416.24得到32 k 减4好第三题来大家自己做题第三题这有 burger 有 salad 有那些吗很久没有吃那些吗那中年的食堂又没有那些吗当然也没有分割也没有三个
前在交换的时候，我家对面就有卖和哥啊，3块钱，香香的，3块钱的，买了卖，蛮好吃的，走路过去就可以买。还有什么答案呢？The number of children who choose salad only。但是不，我不懂，好像是错的。还是我答错，你们看来、啊、如果我做法只会说我想错。OK， 总共有100个。然后 burger， 10个人选 burger。那是浪漫，有60个人。然后5个人选 burger 和 salad， 然后那是 lemak 和 salad 有3个，22个 children choose burger and 那是 lemak。 OK， 这里没有用 only 嘛，我讲 only one child choose all three times， 所以这个意思，这个没有错啊。好，所以就有3个圆圈。我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who choose salad only， 也就是指这个部分，对不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找的。所以我们要找出这个，我们就需要知道 B 有没有定余额嘛。所以剩下这两个数字我们要找的，因为总共有100。所以中间呢有一个，然后呢这里 B 和 N，B 和 N 有22个，然后这里有一个，所以22减掉1，所以这里应该就是到21个。然后呢这里S 和 N，S 和 N 这里3个，就是这整个是3个，所以3减掉1，所以这里得到2个。不过呢，我们要找 N 这个部分，那是 lemak only， 所以整个 N 是60，所以60减掉21，减掉1，再减掉2，所以得到26。喂，这是24，60减24，哎，这个36，看错了。36，对，这就是。对，然后我们要找这个问号，100减掉 b， 它减掉36，它减掉2，所以得到12。哎呀，为什么我减掉剩下26呢？OK， 答案是12，没有问题啊，就没有必要把这个两个导出来，浪费时间吧。好，第4题，我动啥个？和罗车一样，可是我是灰色的，便宜车。好，总共有，这个也是超简单的。所以整个 N 68， but the car 有52，然后两辆车都有的有27，所以这里68减27得到41，所以这个是 national car only。然后这个呢是 own imported car only 25，do not own any car 呢，47。OK，
很简单，不懂为什么这有一个脑，很简单的问题。好了，没问题啊。